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音乐老师康老师。那么今天我们将要学习关于你的口腔，还有一个位置，还有个喉头。那么这个练习呢，基本上是各大音乐学院老师还有同学们经常会练习发声的一个用声练习。意大利的就是元音字母 A A E O。呜的练习，嗦嗦嗦嗦嗦发咪瑞哆，嗦嗦嗦嗦嗦发咪瑞哆。这个嗦有五个嗦，前面四个嗦呢是慢一点，然后后面那个嗦就练快一点。当然在节奏里面，那么我们先说这个啊，第一个元音字母啊，意大利没办法念啊。第二个。I 其实这个 I 呢，就是一个唉声叹气那个 I， 只是把那个口型 啊 打开那样。I 第三个 E， 第四个 O， 第五个 U。所以这个练声呢，无论用在流行、美声、民歌，这个五个元音字母非常重要，就里面的口型，它和练习你的喉位的位置、口腔，还有包括你的高位置都可以练到。那我们就细细说每一个音的发。那先说发这个啊的时候呢，啊，看我们整个腔体呢就是啊完全打开。开始之前呢，你是需要像吸口气一样，你的身体是放松，你看，就像找那个感觉刚睡醒。啊，一睡醒打哈欠那个感觉，你看一睡醒，或者你准备要睡觉，太累了，那感觉就打个哈欠出来，就先找那个感觉是很放松。你看到你这样打哈欠的时候，你喉位呢就会下去呢。所以我今天特别穿这件衣服，你看下面我这个喉头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很清楚。当然，不光是男生。我们有喉头，那女生呢？就女生没有喉头，喉结这部分。但是我要告诉您，其实女生的那个喉位的感觉其实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这啊的口型，啊的口型里面呢，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呢，一股凉风凉飕飕吹进来。好，这个时候就要保持这个位置，你的腔体各方面都要打开你。啊的时候口型，你看接下来又是。I， 就是你里面那个口盖，我们说里面那个口盖，我们有两个嘴，前面这个嘴和后面的嘴，那关键呢就是后面这个口型，后面这个嘴型要保持张开，就像那怎么找这个张开的感觉，就是你闭着嘴巴打哈欠的感觉，但是不想看别人，闭着嘴巴打哈欠的感觉，这个里面就会打开的。所以你在唱这个 A A E O U 不同的这个字形的时候，只是你的外面这个嘴型的变，但是里面那个嘴型呢是始终不变，保持在那边。啊，所以你当你唱的时候呢，你的腔体这后面这个口盖啊，它都可以保持，所以你的喉结呢也是可以这样往下的。当我吸气往下，气沉丹田，保持中保持，因为我保持这个时候位置保持，所以我的腔体气息都是在支持它的。所以当我支持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我不用用它，所以我最主要是想气息。那如果这个喉头跑来跑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气，你要依靠这里在调整，你要依靠这里上下调整，所以这样的话就对你的嗓子，我个人觉得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而且还有就是你的高音部分出来，可能开始唱几次是靠你的本嗓技能，但是一旦有一些累了或者疲乏，这个地方容易，那意味着你的高音啊通畅度就有阻碍。所以我个人觉得可能喉头这一块，男生这一块就一定要去克服的，要克服这块喉头。你看，打哈欠，打哈欠状态，像打哈欠出来的，你找这喉头没有？
你开始可以慢一点，里面的口不变，就外面的变化。哎呦，开始的时候你就尽量啊、像说话一样，开始先用说话念。哎呦，那这个气合成，那如果我这样做不到怎么办呢？那可以再分一下，就是每一个音念啊，先是一个啊，然后哎，哎，也分可很好听过去。还有音，哎，哦，哦，就始终你保持一个位置呢，就是这也是我们唱高音的一个位置，就是你整个腔里面。就是你一打哈欠，你打哈欠的时候你要吐气，对不对？你吐的时候呢，就是你想这个吐气部分呢，就从你的眉宇，就是我们面罩眉宇中间，就大概这个位置，从这里灌出来。它的高音呢，其实是从这里，就是你打哈欠的时候，出来。那你念着啊。也是从这位置可以灌出来，所以细想一下，你看我们高音的头腔的就是这个位置，在这个口盖里面保持，然后吸气，还趁包括你的身体都是在放松啊，我们试一下啊。还有再详细说一点，就是当你这个啊的时候呢，一出去就像那个打哈欠的感觉出去，啊，保持，千万记住保持位置不动，上下动不要，然后这气息，当你位置保持的时候，喉结这个部分保持位置了，那女生也是一样，就是试想一下。如果你多加一个这个喉结，就是往下的感觉，你也可以再去试一下，然后保持位置，所以你的气息就会抓住你的气息，你的气息会自然的。啊，还有一点就是不要自己去找声音，乃是让声音来找你。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去找声音呢，我会去加强这个气，哎，很用力去撑，不用，就是嘴型保持。你的口型做到了，气息那个声音自然非常听过去是非常饱满。但是如果你的主动性去找这个声音啊，我要增加这个声音的亮度，这样的话就难免就会用这个地方，就嗓子，所以你就尽量在你的嘴型张到位，里面的口盖打开，找到哈欠的感觉，然后自然而然你的声音会越来越醇厚，越来越饱满。好的，你看你在练的时候，口腔里面和喉头打哈欠这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哎呦，那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在唱的时候可以加一个妈，就是我们说啊哎呦，对不对？那么前面你再加个声母，变成妈妈咪摸摸也是一样，因为有了一个字头摸。加摸进去呢，这帮助你的嘴唇可能一下找到那个位置更容易，所以你看你可以加个妈，也可以不用加，都可以那样。妈妈咪摸摸，那这个声音呢，中声区你就练中声区，很自然很放松一个状态。妈妈咪摸摸，都可以这个位置。那这条练声呢，我记得无论我是在上艺校，还是在上大学，还是在教书，还有是朋友啊老师同学们，那这条练声大家可能是非常非常从事这个专业的人，非常非常熟悉这个练声。所以这个练声呢，它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管道，最最重要是你怎么用这个练声，
你要想它的位置，要通过这个链出什么样的效果。那我再帮大家总结一下这条链声，我们通过这个 RAU 或者是 MAMIMOMU， 它的链声曲子是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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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MI RE DO。 那三点地方要注意的，第一，你的位置就是找哈欠里面，找哈欠的时候打开手边，在这共鸣这个地方，面罩这一块要找那个高音位置感觉。好，第二点，口腔，你的口腔呢就让吸，你看打哈欠，喉头啊，哈欠，你看状态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说的喉头，喉头尽量保持一个位置。开始可能是很难，开始肯定是很难，因为开始的时候你本能反应这个地方用习惯了，所以我要鼓励你，就开始你一打完哈欠就抓住那一点，尽量是用你的气息丹田。那么切记切记，我们无论唱流行、唱美声、唱民歌，切记是不要嗓子这一节的，所以这个要切记。好，我也很谢谢您的，再次的谢谢您啊，收看我的这个节目啊。那如果您还没有点击订阅我的频道的，欢迎您点击订阅我们，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呢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的内容。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再见。好，拜拜。